阿弥陀佛，谢谢红居士，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一起研讨师长在1994年新加坡所宣讲的《无量寿经》。我们上一次研讨到法藏因地第四这一品经一开始就有提到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老师。经文当中，有叙述这个佛的10个名号，我们一起学习到，这10个称号都指佛，其实也是指我们自己的自性，如来因供。本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10个德号，都是指我们的性德。我们念着经文呢。也是随文入观，也是自我期许，都要恢复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性德，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那经文呢？接着说到了，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世教授42劫。那显然呢，那个时候的人，他的命很长了。以我们这个世间来讲，佛教化是49年。当时候佛是79岁圆寂涅槃了，那就一般人的寿命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哇，在世教授42劫这代表那个时候的人寿命长，福报很大。当然也给我们一个警觉性。我们这个娑婆界寿命短了。我们说这个折磨，折磨这个磨当中，有一个磨很厉害叫死磨它一现前呢。我们就要去投胎了。假如无量寿那我们就可以修成就了。生命太短了。在我们这个世间呢，短短70-80年了。假如没有成就，有可能呢。一世不如一世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苏东坡先生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前世是五祖戒禅师
修行很高的，你看下一世变成一个大儒啊，也是一个忠臣，但修行上啊已经有退堕了啊，在下一辈子啊有记载是一个小官啊，后来就没有记载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难进易退啊，很容易往后退转的。印光祖师有讲啊，我们常常被无常给吞了，那个吞噬啊，我们得去体会体会的。那个吞就是一下扑过来了。啊，就像那个海浪拍过来，啊，我们就被卷走了，啊，措手不及呀，啊，所以我们看世间的人，啊，遇到无常的情况，哇，身体出问题了，自己慌了，家里人也慌了。无常迅速啊，轮回路险啊，所以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啊？啊，《无量寿经》这句话很重要啊！夏莲居老居士提醒了、啊、末法众生。根钝业重，这是对我们当前客观的分析呀、啊。我们的根性比较钝，比不上古人呢、啊。外魔内障，外在的魔啊，外在的诱惑啊。啊，比100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啊！啊，内在的烦恼也比古人多很多啊，无人不惧啊！啊，邪多正少，提起正念的时候少，妄念邪念多啊！啊，退意进难，退很容易啊，进步很难。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呢；学佛二年，佛在天边呢；学佛三年，佛化云烟。这个是祖师在提醒我们，啊，这些前人在提醒我们，一不小心啊，会往后退啊，而且呀、啊。我们假如啊修学前几年不精进啊，慢慢慢慢会变成老油条了啊，佛油子啊，谈起经教啊，还能跟人家谈不少，但是贪嗔痴慢在增长。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生度此生呢？这么好的机缘，不能再错过了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才能遇到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而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这个修善当中最殊胜的持名念佛啊，能灭众罪啊，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可以垢障消除，得到这么殊胜的法门，真是念一句啊得一句的利益啊。
称名即是玉光时，称这句佛号的时候，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佛光的加持，垢灭善生了。所以我们看到，哇，那个时候的人寿命那么长啊！佛教授42劫，哇，那他们那时候的人寿命超过42劫，相当长寿啊！我们拉回来自身啊，我们短短数十寒暑而已啊！啊，扣掉前面不懂事。扣掉后面的身体比较不好，哦，那不可不能说我晚了再来修啊，哦，这个是警觉性不够了，算盘不能这么打。师长就有提到，啊，当时候他的同事甚至是长辈，啊，看到他出家了。也认同佛教，哎，看到他都说到，啊，等我退休了，啊，我再来好好学佛，啊，后面呢，主要两个情况了，第一个，还没有退休啊，走了，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第二呢？哎，真的，等到退休了，体力衰了，想用功啊，提不起劲来。啊，陈德也遇过，啊，长辈30岁左右啊就开始学佛了，啊，但是没有精进啊，慢慢慢慢，业力现前，身体不好了。一念佛就打瞌睡了，假如他30岁就开始精进了，那个业障消得快啊，他可能后面就不会出现了身体这么不好，所以行善不能等，修行不能等，啊，我们谈到这里了，那就要给自己定个目标了。一天，啊，正住双修啊！啊，我们待会都会讲到啊，啊，这个，啊，后面经文啊有提到，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人的境界要不断往上，要发愿，还要有念慧力，这个就是五根五力啊。这个五根信、尽、念、定、慧。啊，是五根，五力，哎，要有这样的根基呀、啊！啊，这个是37道品啊的内容啊！啊，师长都强调啊，啊，要扎三根呢、啊，《弟子规》儒家的根。太上感应篇，道家的根，十三愿道经，佛家的根，我们这一集的经文里面有提到，宣扬戒定精进门，这句话大小乘都包括了，
戒定慧，小乘精进门，这菩萨六度啊，菩萨唯一善根的精进的，哦，你看这句话就包含大小乘，而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他没有基础啊，没有做人做事的基础。他一下学大乘了，学高了，学空了，该尽的本分呢都没有做好，没有敦伦尽分呢。只要不敦伦尽分呢，没有办法给世间人表好法，那就变成破坏大乘佛法的形象了。所以我们看祖师都一直强调要敦伦尽分。印光祖师最常教诲在家人16个字，敦伦尽分，贤邪纯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师长怕我们忽略了这16个字啊，这修学的重点了，他在这四句话再加了一些关键的字，让我们高度重视这16个字的修学。敦伦尽分是大道啊！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啊！真实的道德学问在哪？在伦常大道里面展现出来。贤邪纯诚呢是大德，真正的德行，慎独的功夫。没有邪念，没有妄念，都是真诚待人，是大德。信愿念佛啊，是大行啊。求生净土啊，是大果啊！你看印祖那么重视啊，李炳南老师强调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尽分。再引一段呢，印光祖师说的：当今之世啊，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再来示现呢，绝不吝于敦伦尽分，即注重净土法门外，别有所提倡也。现在众生的根性不可能再修太高了，一定是强调敦伦尽分，然后靠他力法门，靠佛的48大愿力，要靠自己的力量断见思烦恼。对于现在的众生跟以后的众生几乎不可能。所以使达摩大师啊现于此时啊，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一定是专弘净土。当然同时要打好做人的根基。要敦伦尽分。所以师长说扎这个三根呢，儒家道家呢就是扎小乘的根基。要学大乘佛法也要以十善业道为基础。佛比喻啊，十善就像大地一样啊。大地能生万物啊。你没有大地了，这菩提怎么生长？没法修行了。所以修行从十善开始，成佛呢，十善圆满了。所以不能忽略十善业道经修行了。承德家里，
供的啊，那个阿弥陀佛像啊，上面有三个字啊，梵文呢、啊，叫嗡阿哄。这嗡阿哄就是身口意呀、啊，叫三业至善，就十善圆满成佛了。哦，而十善业道经当中啊，啊有提到三十七道品，这三十七道品通大小乘。啊，师长说要学十善业道经，诸位忍者，大家学了没有？啊，得学哦。那十善业道经后面三十七道品，首先是什么？四念处啊。大家注意哦，西方极乐世界从哪里开始修啊？五根五力啊。哦，这个经文大家不能忽略掉、哦、啊！《阿弥陀经》里面讲五根五力、啊，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都是三十七道品啊。可是前面还有三个科目啊，叫四念处。四念处是看破，四正情是断恶修善。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啊！这是要往生的人一定要在这下功夫啊！继续造新殃都会有业力啊，会把我们往娑婆界拽下来啊，我们上不去了啊！势如意足啊，啊，那个是放下。我们看不破，放不下，那怎么可能出得去呢？啊，娑婆有一爱之不清，临终被此爱所牵呢、啊。那不能对一切人事物还有贪爱，要看破。啊，所以四念处重要了。第一，观身不净。看人会贪爱这个身体啊，哇，保养啊，从头到脚一天要花不少钱呢、啊，啊，放不下，身会贪呢、啊，身外之物跟着一起贪呢、啊，啊，我的房子啊，我的衣服，啊，身。啊，我所有的跟着一起都会产生贪着了，啊，这个都带不走了，会造成自己的牵挂的啊、哦。所以每天要练观身不净。哎，洗澡前，哎呀，你看这么多污垢，啊，衣服都酸酸的，啊，恶臭不净。无可乐者，哎，这个身体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啊，我们得把这个身体认识清楚，是臭皮囊。啊，我们目标要很清楚啊，我们要把这个臭皮囊舍掉去换什么？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啊，所以每天洗澡要提醒自己，我要换一个不用洗澡的生命。啊，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啊、哦。真的会观察，六尘都在给我们说法，都在劝我们不要再留在这个世间了。三苦八苦啊。到极乐世界都没有生老病死苦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啊，懂得常常啊，啊，把这里的状况跟极乐世界比一比啊，
警觉性就高了，不能留恋世间了。之前有跟大家比喻啊，现在有两个东西放在大家面前，一个是米田共，这样讲比较文雅，一个是黄金，请问你们要拿哪一个？这个比喻啊，就非常具体的啊，大家会拿哪一个？正常人一定拿黄金的嘛，是吧？那这两个东西，黄金比喻极乐世界，米田共比喻娑婆界啊。请问我们每天手往哪里伸呢？假如都在搞六道轮回，哇，要想一想，很臭啊！身心都在染污啊！自己警觉性就会高了。好，那当然，臭皮囊不能执着，也不能糟蹋啊！借假修真，还是要把它保养好。保养好不是生贪爱，保养好是拿来办道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拿着这个身体啊，积功累德啊，真修行。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呢。所以四念处，观身不净，这一点真正体会到了，会节省好多时间呢。我曾经到巴黎的时候去参学呀，老和尚带着我们到当地很有名的百货公司参学。我一进去呀，突然有一个领悟，一楼啊都卖女人的东西，代表什么？女人的钱比较好赚。结果呢，我就看到啊，有一个女子啊在做头发。那个头发好高啊，他在那里烫头发，然后那个发型啊拉得好高，结果一了解，已经做了三四个小时了。然后我突然又有一个灵感，所以这次逛百货公司有佛菩萨加持，不少灵感。我观察了一下，因为刚好他做头发那个地方啊，专门就是卖一些饰品，耳环啊，项链啊，这些东西。突然想一想，女人从脖子以上啊，每天要花多少钱？钱是个角度啊。脖子以上啊，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又是另一个角度了。你假如把大半的时间把它省下来，一天呢，要念5000声佛号啊 ，very easy 啊，不困难了。观身不净啊。好，大家不要听完我讲的，我是叫大家不要贪爱，你不要明天开始蓬头垢面到时候你先生都抗议了，你说是听我讲课的，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不要贪着啊，是心上啊，对他人呢、啊，要能理解别人的接受度啊，要能恒顺众生，但是自己的内心呢、啊，不能对这些东西再贪爱了。观受是苦，要看我们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都是痛苦，怨憎会，看不顺眼的人每天要遇到，当然修行了，看不顺眼要转成看顺眼，才叫修行了。爱别离，喜欢的人总要分离啊！哇，那肝肠寸断的、啊，很苦啊！夫妻太恩爱了，结果另外一半先走了，活不下去了。所以真正有智慧的夫妻呀、啊，要想得远，要共结到极乐世界去的法缘。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啊，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你夫妻不共同求生净土，每天想的又不一样，做的又不一样，怎么可能到同一个地方去呢？啊，只有一起念阿弥陀佛，同生极乐，才能永远在一起的。所以真正爱家人呢，要想着我不在的时候，他也可以很好。这个才是有智慧的爱。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炽盛。我们这个妄念止都止不住，观心无常，这个做不了主，想不烦恼啊，止不住啊，甚至于烦恼到晚上都睡不着，还得吃安眠药，控制不了念头，很辛苦啊，躺上床上去啊，听着这个闹钟。啊，起来上个厕所，哎呀，12点了，哎呦，1点了，2点了，哎呀，苦啊！啊，观心无常，你看念头一弹指，32亿100千念，妄念太多了，啊，观法无我啊，啊，法指万法。无我，这个我是的，做得了主。所以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都做不了主，控制不了。这个福报会流失，你控制不了。身体也控制不了，你要他18岁，不可能，分分秒秒在老去了。啊，你看，这个当父母的人，啊，每天都在担心孩子，担心担心，连想去控制啊，哪控制得了啊？观法无我，我们做不了主的。到了极乐世界，可好了，身体呀、啊，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所以这个思念处转到极乐世界，你看天壤之别了啊。受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观心无常，这里是念头止不住，到了极乐世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念念流入娑婆若海，都是自性在起用的，不是烦恼
念念相续了。观法无我到极乐世界，什么都是你做主了。这个泉池灵树，那个泉水，你想要到这个膝盖就好，它就到膝盖。你想要灌身，它就灌身了。通通都是心想事成，做得了主。你想住在空中也没问题。这个思念处比较比较啊。要拿黄金啊。不要再拿米田贡了。思念处看破世间，不留恋。是正情。以身恶法以身恶法定断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了，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未生恶令不生，没有生的恶不能再生了那这个就不要让自己再接触不好的环境了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未生恶法令不生呢，现在的话就少看手机了不要世间这些五欲六尘又把我们拉过去了未生善法令生，已生善法令增长这就是是正情，断恶修善，这属于助修净土中要正助双修，正修是念阿弥陀佛，助修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这一集师长也讲到了，修菩萨道。修菩萨道，菩萨怎么存心呢？菩萨怎么行道的？师长指导我们了，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怎么行道？具体落实三福六合、三学六度、五贤十愿，怎么存心？怎么修行呢？讲得很具体我们的心行只要跟五心五行相应，都是助修，都是积功累德所以这个五根当中的念根，就是从正住到意念不忘，这个才有念根呢。我们刚刚提到的正住双修在五根里面是很强调的。是念处看破，是正情断恶修善，住修是如意足，是放下。首先第一个欲如意足代表能把身心世界放下，这样才能得到自在快乐。不然每天就伺候这个身心啊，就很辛苦了。二呢，念如意足，一心正念十善，一心呢住在阿弥陀佛上，那是这个是放得下了，放得下妄念，念如意足，
第三呢，静如一主，精进修行，法喜充满，不被懈怠影响，不被烦恼障碍了。每天法喜充满，禅悦为始，慧如一主，这个愚痴放下了，自信了，烦恼轻了，智慧长，智慧现前，有智慧了，就能处理每件事了，每件事都是好事，随缘妙用。当每件事都是好事的时候，自不自在啊，就自在了。所以这个如意主就是如意，就是自在了。这个是放下。那五根我们简单的探讨一下。性根于诸地理，信忍要欲。这个是在教程法术里面的，有注解这个五根，就是于诸法实相当能够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这也是宇宙的真相啊，能够信，相信啊，忍。忍就是肯定，肯定没错，所以这个信还分几个层次哦，信、忍、要，很欢喜，对于念佛法门，对于佛法愿要欲闻了，很喜欢学。再来欲，欲就是很想要啊，这个欲罢不能了，就好像哇，我很想去极乐世界，那个很想那个欲，我一定要去，那就归心似箭了。假如一个人说我很想去极乐世界，然后每天去逛街，你看他真的想去吗？那就说不通了。真想去了，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啊，念得一句是一句啊，说得一句废一句啊。一讲闲话了，时间就空过了。不兴事语，要再正论了。有十分钟就念十分钟的佛，这是真的。太想去了，这是要欲。所以我们得检查检查，我这个性是在哪个层次啊？尽信诸法故啊，备测精进啊，会自己鞭策自己。我这两三个月每天要念一万声，再过三个月以后啊，要加到12000声，要自我鞭策啊。不能是别人推我们了。从古至今，道业成就的没有一个是被人家推的。这个念，念根，于正住道啊，意念不忘。那个正住道，要不我就提起阿弥陀佛，要不有因缘呢，
去利益众生，积功累德，真诚慈悲去做事情，事情办完了，哎，佛号再提起来，予以镇住到意念不忘，这个才有念根呐、啊！定根摄心镇住，相应不善，这心念都在镇住道上。慧啊，以观自照，抉择分明啊，你正念分明了。不起妄念，不起分别执着，你遇到境界，自然就能起观照了，就用智慧啊，观照境界，能够分别清楚啊，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一接触就看清楚了。所以十三业道经里面讲到的五根庄严故啊，身信坚固，信精勤匪懈，这个是静啊，常无迷妄，不会忘失掉，这个是念啊，极然调顺，这是定啊，断诸烦恼，这是慧。所以这个是五根呢，再来五力呢，因为有五根的基础啊，所以这三十七道品都是四念处是最重要的基础，这样上来了哦。所以五力呢，是因为有五根，然后增长故，你在五根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呢。哇，那这个就有信力了，信力就能把我们的怀疑去掉了。念力啊，信尽尽力啊，精进力啊，就能把懈怠断掉了。念啊，就能把这个昏妄。遇到境界迷糊昏昏的忘失正念就能去掉了。定定根有力了，就能把善乱去掉了。慧根就能够破愚痴了。所以这个五力啊，都是破这些烦恼习气的。好，我们刚刚是跟大家提到这个无常迅速不能被无常吞所以要镇住双修要于强健时努力修善，像陈德已经五十了，秋天呢，五十岁叫中秋了，老和尚说，二十岁以前春天，二十到四十岁夏天，四十到六十秋天。六十到八十冬天了，我们年龄越长，警觉性要越高时日不多了，要更精进才行了。好，世间自在王如来在世教授四十二节，教授是讲经说法，教导。众生能够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讲经消学的目的在这里实为诸天及世人名
说经讲道。所以佛啊，每天呢必做的事情，讲经的教学。啊，所以在佛经里面呢，没有听说佛哪一天啊过年放假了。哦，没有啊，过年前一天呢，带着所有的弟子啊反省啊，啊，可都是在办道啊，啊，我们现在啊一年最后一天，都跑去54321啊。Happy New Year！ 其实一年又过去了，这么高兴，高兴啥了？又少一岁了。四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啊，如少水哦，这不是四日已过，四年已过啊！啊，诸位同学，2022年。已经到11月底了，啊，这个数字还有点陌生，啊，他就要跟我们再见了哦，好快呀，啊，所以佛给我们表的法，我们都要看得懂啊，哪有放假啊，精进弘道啊。那佛法要兴旺啊，就是佛陀的教育啊要普及啊，人心就能向善啊，世间善人多啊，社会就和谐，国泰民安，众生就有福。这是所有学《无量寿经》的人呢、啊、的责任呢、啊。经文里面说的，佛所行处，国邑丘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哎，这念每一句啊，都要随文入观呢、啊，要从自身做起，崇德兴仁。务修礼让，不能跟人家争哦。啊，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可以从自己家庭做起，啊，从我们的社区做起啊，啊，从兰彼得做起啊。哇，做得好。这个地方就变成西方接引站了，桥头堡了，这就是转无量寿经这一句，速生我刹受安乐。我刹在哪？夫妇见和同解，这个家就是佛化家庭。啊，有缘的孩子一来，真的是速生我刹受安乐了。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呀、啊。常修殊胜泛分。48愿已经兑现了，阿弥陀佛成佛了。有这个愿呢、啊，都能跟阿弥陀佛。48愿相交感，我们要带头干了、啊。老和尚常常劝勉我们，为人演说啊，啊，进修这个净业三福，劝进行者，劝呢、啊、用嘴巴讲，现在力道有限呐、啊。现在要怎么劝呢？做出榜样来，才能
把人家的疑心去掉了，不然人家都觉得这个是以前的东西了，哦，你拿证据来。所以师长当时候在庐江办学，被联合国逼出来了。所以普贤行、广修供养，现在最大的供养就透过自己，我的身心、我的家庭、我的团体可以做榜样。哇，这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供养。为什么？众生的信心呢，建立在我们的榜样上，他信心不容易退失了。所以我们每天念三皈依啊，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哇，这个团体和合，同领大众，大家每天都是善根增长。你领的不好，是是非非，不止善根不能增长，对佛法都会失去信心啊。所以念着三皈依啊，我们要有自我期许啊，由我来带头。啊，好，师长讲到这个说经啊，讲到这个经啊，是不变的真理啊，超越时空的真理，称为经啊，宣扬经教啊，佛不注释的这个三宝经是最核心的了。啊，连出家人都要以弘扬经典为主，依法不依人。啊，我们只要宣讲经典了，啊，显证就可以破邪。哦，现在这个时代了，佛说到了。邪师说法不恒河沙，哦，那这个要会判断才行。啊，我们都宣讲经教，众生就有判断力了。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代表正的多还是邪的多啊？邪的多呢？我们赶快显正呢、啊。很可能亲戚朋友啊，就不会落入邪道了。请佛注释啊，首先要先请自己啊。讲道啊，师长说道是道路啊，正当的道路，正常的道路，正确的道路，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幸福美满。那这样的道路是真能解决问题呀、啊！啊，所以师长说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有关修身齐家啊、经营事业治国啊、带领团体啊，都要依经教啊，他就懂得怎么处理问题了。现世可以慢慢的过上幸福的日子了，啊，现身犹如圣贤之欲，现身可以过圣贤君子的生活，啊，抱尽高登极乐之乡，啊，跟这个世间的缘告一段落了，啊，因为现身都是啊，懂得修身齐家治国。他每天断恶修善积功累的，啊，那又不
求未来果报啊，所有善根星星回向，愿生极乐啊，这就正住双修了，所以报敬高登极乐之乡。我们得往生呢，才能四恩总报啊！啊，连普贤菩萨啊，愿我灵遇命中时，净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啊，现前圆满此大愿呢。啊，普贤菩萨呢，普贤王菩萨，他要往生极乐世界呢，他的普贤实愿才真正圆满了。啊，现前成就此大愿，你看往生多殊胜啊。啊，普贤菩萨还要劝请华藏啊，所有这些法身大师啊，一起求生极乐世界，才圆满，普贤行才圆满。啊，所以我们往生呢，四恩总报。世间自在王如来在宣扬佛法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听众，啊，有大国主啊，名释饶王。我们从啊这一个国王的称谓啊，就可以知道啊，他治理这个国家很上轨道啊。啊，因为饶是丰饶啊，啊，所以国家人民应该精神物质生活啊都很充裕，生活过得很好。所以这里也是提醒我们呢，啊，学佛不是啊，很痛苦啦，很悲惨啦，才去学佛啊，啊，假如是这样学呢，会造成社会大众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了，啊，那个就是人都混不下去了，去学佛了。哦，所以你看佛菩萨他们的表法不是这样的，啊，达到这个世间最高的富贵了，当了国王了，哎，怎么做啊？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哦，大家想一想，这个释饶王啊，啊，阿弥陀佛是国王啊，而且他是大国主啊，他的国家很大的，啊，当他出家修行了，你看他整个国家的人民会怎么想啊？哇，那这个学佛啊，比当国王还要好了。哦，那我一定要去搞清楚啊。嗯，哦，所以我这个拉到我们身上，我们也要表好法啊。啊，我们事业因为学了佛，越经营越好，家庭越来越幸福和乐。啊，那人家才会好奇啊，才会想学佛啊。那当然啊，为什么他当了国王啊，他还要弃国捐王，行作沙门？他已经把现世的幸福啊，给了老百姓了，他干嘛还出家呢？所以这样的国王啊，真是太有责任了。他已经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不出离六道轮回，问题没有解决啊。我能给人民富足，也是这一世而已。
他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心境呢，每一尊佛都是这么表法。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能做国王，可是他游历了东西南北门，他看透了世间的生老病死苦，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老人家也19岁就开始修行，修了12年，30岁开悟了，这佛法才能传到我们，这个娑婆界，所以没有当初释迦牟尼佛弃位出家，现在就没有佛法了，我们不能辜负了释迦牟尼佛这一片苦心，也不能辜负阿弥陀佛在因地的这一份苦心。那闻佛说法欢喜开解，那佛说的都是诸法实相，那国王听了，他就明了，他就领悟了，欢喜开解。当然能够听得欢喜开解，他听的态度一定是非常真诚恭敬。所以师长有一个主题叫传统文化如何学习。首先老人家就提出要有真诚心、恭敬心、亲近心来学。所以这个释老王他是用这样的心听的。印光祖师说，诚与恭敬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绝妙秘诀，极妙秘诀。这句话很重要，诚与恭敬，真诚恭敬来听，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没有比这个更妙的方法是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所以我们要听师长老人家教诲，现在很方便的，播经机一开就有了，电视一开很方便，但是要听以前能够顶礼三拜，透过这个仪式把自己的沉静心提起来。好，他听了欢喜开解了，这是闻教便行啊，听了马上就去落实了。所以寻发，这个寻发就是随即啊，听完 明白了，不再做糊涂人了。我有跟佛一样的自信啊，尊重己灵啊，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啊，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了。这个心啊，不只是要成就自己，还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发这样的心呢，太可贵了。发了心呢，真干了。弃国捐王，行作沙门，
把地位、权力、富贵都舍掉了。所以佛法的功夫啊，不在学的多久，那只是一个相而已。佛法的功夫在放下，在舍。身心世界都能舍掉，不为自己了，为众生。这叫大布施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大布施了。《华严经》里面有讲到，不求五欲及王位，不求世间的财色名食睡，也不求王位，不求官位高位，富饶自乐大名称，就不去追求啊，我要很享受啊，不是追求啊，我自己解脱就好了，自乐就是变成小乘人，要发大乘心，大名称啊，世间这些名誉啊，也放下了。这些都像浮云一样啊，不能执着。但是事实上，这个名啊，有时候修行人力啊容易放下，名放不下。人家一误会自己的，难过的不行。一定要去说明白，一定要去解释。这个都是好名。或者爱面子了，自己错了，跟人家道歉了，讲不出来，这是好面子、好名。说实在的，越讲不出来，对自己的名誉啊，更有损。我们能够过能改归于无，人家才会打从内心尊重我们。你不敢道歉，好这个名，好这个面子，反而更没威望了。所以普贤行有忏悔业障。我们的心行啊，都要跟普贤十愿相应哦。我们前面花了好几节课，我们一起探讨得尊普贤第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极乐世界普贤菩萨的法界的，我们要把频道啊，很快把它接上去啊。有没有哪一个忍者这两三个月落实普贤行很有心得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四品法藏因地但是不能把第二品德尊普贤给忘了。不要想太多想昨天就好了。昨天有没有礼敬诸佛啊？对一切人事物礼敬了。昨天有没有看到别人的优点，称赞如来？不会，昨天一句称赞都没有。广修供养，昨天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广修供养，昨天晚上有没有无日三省吾身？哪个念头哪句话讲出来，哪个事分寸没拿捏好啊？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好
所以不求五欲及王位，富饶自乐大明称，但为永灭众生苦，为的就是众生能离苦啊。利益世间而发心呢？这是《华严经》的一段经文。求的没有别的，就是帮众生四拔勤苦生死之本，就是这跟阿弥陀佛因地的心啊一样的。好。这个行作沙门，这个沙门呢是勤习的意思，这个不是专指出家人。师长有提到，专指出家人是的称呼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称的，其他的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是清教师。所以孔德成先生在李炳南老师圆寂之后他写的那个这个晚年雪庐大和尚因为他是依止李炳南老师学佛的那这个沙门是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我们念着无量寿经都要随文入观要提醒自己，每一天这个有没有勤修戒定慧戒严净三业为持戒，就是身口意不能让它。造恶要摄住身口意净是清净清净身口意这是做功德不造轮回业以不忘正念为禅定那就是修戒定慧不忘正念才是修定那我们的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佛号越多我妄念就少了。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这个佛珠这个拿着呢你手一接触就提醒自己要念。古人都这么提醒了若要佛不离口先须诸不离手这段话大家听过没有听过了那大家有拿佛珠吗大家注意李炳南老师那个佛珠那不离手黄念祖老居士大家有没有观察他跟美国同修回答问题那一集很精彩可以发到群里供大家学习他一边回答问题那个佛珠一直在念后来黄念老圆寂了他那个佛珠变舍利子了念到变舍利子了你看他老和尚赞叹一天念十几万声他修行那么高你看他还给我们这样的表法
诸不离手，演给谁看的？演给我看的。他修行那么高了，都不敢掉以轻心啊，我怎么还能粗心大意呢？大家有志气啊，黄念老做得到，自己也做得到。所以留一串舍利子的佛珠给有缘的人。好，那真的勤修戒定慧，这个贪嗔痴自然就减少了，身处熟了，戒定慧陌生了，慢慢熟了，佛号越来越熟了。那这个贪嗔痴就熟处就转生了，它就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好，皓月法藏，这个法藏就一切万法都藏在其中了。其实这个名号啊，也代表我们的自性。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能生万法，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与世超逸，信解明记，悉皆地狱。接下来的经文是叙述阿弥陀佛他在因地开始修行的状态。这都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大家可不要读着这个经文啊，那是阿弥陀佛，我做不到。那边学经文呢，都被自己的分别执着念给影响了。我发现不少人听老和尚讲经呢，我观察他们的表情，老和尚讲到一段义理了，这种表情，觉得这位高啊，做不到了，都是这种表情啊，也有人是这样的表情，他那个表情是，我要一教奉行，我要一教奉行。所以每个人听经的心态不一样啊，要有直下承担的心呢，这个听经才会听出味道来，才会听出一种对自己的鞭策。所以师长老人家有提到啊。我给大家介绍老师啊，当时候有人说要拜他老人家为师啊，他说我给你们介绍老师啊，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在哪？在《无量寿经》啊。那怎么跟阿弥陀佛学？依照《无量寿经》啊，每一句好好的去落实。那真的跟阿弥陀佛学了，跟阿弥陀佛学就要像阿弥陀佛啊，不然怎么叫学呢？学叫效法啊，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所以每一句我们要尽力啊来效法。所以修菩萨道，他发愿的，他有菩提心啊，他会精进修行，不会懈怠的，所以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这个心要发出来，发了心了。要学菩萨道，要修菩萨行，
这个有师长的指导，我们就依照五心效法佛菩萨的存心，只要跟这五心不相应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马上要转念，真诚，不虚伪，不应付他人。好了好了好了，就在应付人家了啊！不要有这种语气出来啊！清净，不染污，不贪着啊！有贪的东西，慢慢放，慢慢跟清净相应，平等、恭敬不傲慢，不高下见，不简单哦。你学历比较高，会傲慢了；你钱比较多，会傲慢了；你地位比较高，会傲慢了；你吃素比较久，会傲慢了；你学佛比较久，会傲慢了。你一不小心啊，那个习气就上来了。你看《弟子规》啊，“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人很容易在境界里面生这种分别执着心，他就不平等。一不平等，一分别了，赶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平等恭敬，众生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是老和尚教给我们的心法。老和尚说：“我念阿弥陀佛，跟大家不一样。我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不是把众生当作阿弥陀佛，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念阿弥陀佛，弥陀念弥陀。”阿弥陀佛是念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都念着我们是阿弥陀佛，一定可以成阿弥陀佛。所以他的四十八愿随时在加持一切众生黄金臂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为白玉豪五经不昧这白毫光随时都在全凭愿者承担菩提心中皆佛光福慧善根自长一向专念莫彷徨，情熏戒定香一向专念呢，就在戒定慧当中了信愿行三是资粮苦海得慈航信愿行。就像一条大法船，大法船一样，能让我们在生死海当中平安度过去了。万修万人去我们要掌握住了。正觉，觉悟不愚痴，不感情用事。不意气用事，慈悲不自私这五行要相应，五行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人天福，小乘福，大乘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
念佛是英文，成佛是国，读诵大乘，每天持大乘经，持无量寿经，持地藏经，这功德都非常大。劝敬行者，为人演说，三福六合，家庭团体守六，三学六度，处事待人接物以六度为标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第五普贤十愿。那这个就是修菩萨道，高才，才德过人，高呢是品德好，高尚的品德，勇呢，勇是他有大志大愿，勇于承担呢，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始成佛啊！当然他自己要先勇于突破自己的习气啊。则是有智慧、明理啊。所以他学习的状况，高才勇则，与世超逸。他学习的成就，别人比不上。信解明记啊。悉皆第一信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信忍要欲，这个有层次的就像那个欲的，哎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到极乐世界去归心似箭，这是欲，欲罢不能包含我们跟着师长老人家学习你不能听一天停一天呢，这个就不是信了，信的不深了也是老人家的经教，要欲罢不能一有时间赶紧听经，赶紧念佛，赶紧依教奉行。好，信解释能够理解老师所教的没有怀疑没有不理解的。明记就是阿难问师佛集中经讲的从明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思所受这老师所教授的他都放在心上，不会忘掉，这是明记悉皆第一信第一，解第一，明记第一。我们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起《非是小圣》这一品经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诸位仁者，大家念到这一品的时候，感觉怎么样？于佛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有没有深呼吸一下不能丢脸要做第一弟子要信解明记这些都要表法那这里师长说的世间自在王佛真的很高兴为什么？得到了传人最好的学生呢，真能够传他的法，
哎，我们听到这里怎么想啊？啊，这个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我听的。啊，我们边听边分别，边听边执着啊，然后很容易画地自限的，障碍住自己的。哎，我们能遇到师父上人呢、啊，是很难得的缘分，稀有难逢。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最后一代，哦，而且要跟着三个，当时在台湾最好的老师了，然后老人家很用功。啊，对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啊，最后又弘法了62年。这样的善知识去哪里找？我们遇到这样的善知识了，我们要期许自己呀、啊，万般皆具了，只欠东风了。啊，只要我肯努力了，哎，那佛法、正法也要透过我传承下去了。孟子没有见到孔子，人家都能传承道统。啊，藕益大师没有见到莲池大师，他也是传承道统。他们这些表法表给谁看的？表给有心人呢。啊，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要有志气呀、啊，要信任自己，一定啊，可以把老人家的一代实教啊，透过我们自己、啊、发扬光大。首先呢，就落实在我们的所在的行业上，所在的每一个自己的本分角色上，啊，在家庭的本分，在团体的本分，都能表好法，啊，佛法真的圆融啊，每个行业都能行菩萨道，每个角色都能行菩萨道，我们能表好法了。这就是普贤行了，广修供养啊，就功德无量了。好啊，再讲的再细一点啊，不止每个本分做榜样啊，每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要带动良好的风气。哦，那这个真的是老和尚释迦弥陀的第一弟子了。哦，啊，我们一起共勉。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